我希望我先上去，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哦，不是我。我有一个搬错的。一次，可以。那欧弟这次听到得奖者，如果是自己的名字，double check 一下再。哦，一定会的，绝对会的。金奖我最担心什么？我最担心我失头。而且比较担心说，因为教练有给我限制，就投80球这样，所以我希望每个球都可以尽量投到8局，至少这样吧。所以我比较担心就是身体健康的部分，因为我很怕，因为我之前肘关节在小联盟的时候，医生啦，之前受过伤，所以我这次已经回归蛮多年，没有再上到大联盟的这个视野，所以我希望今天比较担心的是怕失头，还有怕受伤。那个好朋友去年在高雄好像被颁错奖，你会担心旧事重演？这个我就不能跟你说太多了。我们也许，I don't know。不过，我跟你讲，你要帮洪轩伟答，等下这一集给洪轩伟答一下。你 focus 在今天的比赛就好。我是 focus 在我今天的比赛，所以我并没有想说去年什么，因为以一个运动员来说，昨天的事情是昨天的事，今天的事才是今天最重要的事。都有在讲什么？我觉得大家真的也不知道怎么问你问题。我希望我先上去，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哦，不是我。我有一个搬错的。一次这样，一次。那欧弟这次听到得奖者，如果是自己的名字，double check 一下再。哦，一定会的，绝对会的。我们上台肯定都会。对了，我觉得说，等一下这名字上面有确认是不是？晚上练好还没进吗？晚上我不知道，因为教练我还没有跟我说。我会不会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教练团跟你说 ，OK， 那我们应该是，我们一起，我们不管。你要跟我一起做那个球队方式，对，可以。先回去饭店，放个东西。对。就是要穿，帮你穿上那套，他需要帮你穿上鼓手那套衣服。鼓手那个他让他自己穿就好，不用穿，他不用穿。哦，你今天眼妆有什么特别要表达？你说我今天眼睛真的 OK 吗？因为我今天是以我接下来下一张专辑另外一个人设，就像我昨天讨论到，我下一张专辑会有一个新的人设出来，叫 Mania， 跟我的品牌也很有关系，所以我现在戴这个眼妆，完完全全变个样子，跟下一个 project 有关系。所以你也要双重人格吗？其实他一直都，我记得他一直都，大家我四月的那个那叫什么艺术展就已经是在讲那个双重人格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比较是继续衍生我四月的那件事情，继续延伸。Yeah。 那今天说你演唱会的场地，要不要顺便公布一下？不能。啊？今天在场看的吗？不知道。Maybe 啦。今天我主要是来看我的投手球的。对。我今天是来看比赛的。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可是后来看什么看？